前辈，你今日一直看到阮风坠落，不知为何，我今日心思浮动，一种莫名的预感在我心中不安。是什么预感？我也不知。罢了，你是有人，何苦有天？也许是我多心了。何苦有天，你是有人？那才见着我，你是必是喜，是好是慌？是喜是悲，何苦顾我？我怎样讲？喜者福者，离己再近，富有平安；福者悲者，今夜就无痛处。你难分我感受。六姑娘，我这名好友拖累你好一段时间了。前辈对阮有恩，理所当然，不用公子。这段时间，前辈一直真担心你，也让少日标去找你，但一直无你的消息。今天能见到你，前辈一定真欢喜。当兵这份心意，是不是照顾你的工作，该由我来接事？可惜无用情，不是推车行，这工作我无法胜任。好，但是我又未放心你，所以我带来这项物件。这是伊伫剑之初的解药。是真的吗？太好了，前辈，你伤势有救了。我去准备庆贺的酒菜。你现在的面色，不是一个久病终日人该有的面色。这有分你江湖之敌，这不重要，重要。你进入天涯梦想之后，我想要什么事情？认真讲来，应该是最了一张梦吧。你高级兵，如果是你的怎样？天涯梦想并不简单，如果你答应了因的条件，一定会付出惨痛的代价，无用情，所以我也无答应。因为我有一个更好的条件可以比你用，什么王子？为了这个任务，因让我离开，什么王子？天涯梦想与王子什么关系？以他这位人，敌人对杀也不是什么意外事情吧？我不希望你回避我的问题，我跟因的交换条件是，就是保密。为何爱保密？这样环境究竟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我担心你，你其实染上杞人忧天的坏习惯。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治好你的伤势，除掉蒙子。你别再问了，换你回答我，你是要先吃药，也是要先喝酒？是。伊徛伫遮真久，且听你看，这大地上的人，屏幕所及的村庄居民，拢比你失望。你是哪里看到人？看来这座酒厂也无够宽，要我带你去吗？太麻烦了，反正拢生了一样的面孔，只有最无寸的人，才总是必得自己记住遐无想记住的面孔。照你的说法，记性差的人最聪明，小青。我是不是一名带来不幸的人？在我出现那天，便害我之不朽懒散身亡。我
伊去申请广告，但是你袂记得，伊也曾有一个东湖庙的小妹，夏静，你太注重细节了。有一个悲伤的动人，会让世人更加接受你，这才是重点。你欢喜就好，夏静，我讲过吗？你实在是一名非常非常无趣的人。我讲过吗？一种物件我不需要，红火高贵呢？那一天之后，伊好像真惊，看到你这样对待不轨，伊当然心寒。那为什么唔多走？伊唔敢，想做就做，为何要胆怯？伊惊你杀，我想杀伊就会杀。该多不多走毫无关系。这个世间的人，总是随时顾虑着别人的想法。你不能活出自我，这不是太可悲了吗？你错失咱性命众生啊！原想我能力有限，杀不完啊！你尽力认为就好，不用太自责。夏静，我又开始无聊了，最坚持操作好，那是我最后的落差。那我帮不了你了。杨柳村要居民吗？要百多人，所以我也能耽误一时的时间。如果这也不能解我之苦闷，那我……